样子，哈哈哈哈，穿了非常的运动，瑜伽裤 plus 一个运动的，戴上耳机就感觉找回了上学的时候的感觉，耶。先去 yoga， 今天去一个叫做阴瑜伽的一个课，虽然身材跟以前比差远了，但衣服还是一样的。OK， 今天躺了一天，有点不舒服，你听我有点感冒，然后喝了点板蓝根，现在准备去做个瑜伽，然后可能健个身，出个汗会好一点。Hello， 现在来到了宜家，准备来看一些床垫啊，还有一些基本的东西。马上要搬家了嘛，所以想说弄一弄，准备准备东西，然后订了一些沙发什么的。因为床垫这个东西是很需要躺的，所以就是想说来躺一下，到底看看哪个床垫比较舒服。今天准备在家吃和牛，然后买一点火锅酱什么的。桌子简直就是留学时期的噩梦。看着好软啊！我高中时期每天都抱着这个狗狗。谢谢。谢谢你在加拿大陪我的时光。还记得自己的小时候。我妈就把我扔在这个里面，儿童乐园里面。哇，果然全世界的宜家的儿童乐园都长得差不多。深深的阴影。Hello 啊，现在回来了。那个后面那个衣柜，因为放了太多衣服，它有一天突然就倒下来了，我还没有时间把它弄好。我刚刚在拆兰蔻的一些东西，有个极光水乳，真的，那个是我这两天在用，觉得超级好用。这个是一个精纯的精华，这个精纯我一开始想买粉底液来着，但我实在粉底液有点多了。它这样一个瓶子，然后里面可以放。小的这种 refill， 30毫升也不是很多，而且还有一个对我来说不算是好的消息，我之前买了一个这个迪奥的这个花蜜的这个面霜，然后当时不是还跟你们说我买了 refill 吗？结果到现在我都没有把它拆开用，我觉得它也不知道会不会过期，就是护肤品这个东西吧，不太能一下拆很多，就其实我用护肤品是真的是蛮快的，而且。用量也挺大的，而且有时候我妈我弟还跟着我一起用，有时候就是我用到一瓶容易最后比较用腻了，可能就是给他们用，给Sandy用吧，主要是像这个我就很崩溃啊，当时这个黑曜石这个面霜我好不容易用完一瓶，结果发现我还有一瓶，就当时知道的时候其实还是挺崩溃的，因为我特别就想尝试一些新的单品，护肤品的话我最近在用这一瓶 Vermont 这个蜜润，我觉得真的超级好用，我一开始用的时候很搓泥，然后有段时间就很不喜欢它，然后硬着头皮用，因为它开封之后6个月用完嘛，所以这个保质期还算挺短的，然后我就硬着头皮，我说我一定要跟它磨合一下，结果到现在就已经不搓泥，差不多用了搓了一个星期之后就再也不搓了，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好用，就这个瓶子吧整体有些简陋，但是真的很好用。之前有一段时间非常疯狂的喜欢彩妆，卖彩妆，然后到最后我发现最近我一直都在用这一盘，就是这个 Chanel 的308，它是一个大地色的盘，然后我就是一直用它，眉粉我是拿这两个组合一下就变成了眉粉，然后眼影打底鼻影都是这个，就是发现这个真的非常非常多功能，就自从有了它之后我甚至眉粉都已经不带了，然后我会觉得之前买的那些或许有点没用，但是还好，我只能说还好，我是就是看颜值买的它们，并不是说真的就是有多好用吧，我只能说就是当时看颜值买的一些东西现在摆着看心情就会很好，但真正用的也没多少。我来装一下这个精纯精华，怎么装啊，这样然后卡进去，
卡进去了，它就这样 refill 变成了一个精华，还蛮环保的。OK， 用用再分享给你们。这是一个 VC 的，因为那个极光的水乳里面也是有一些酸的成分嘛，但我用下来觉得哎好像还可以，就我本来会觉得我很敏感用不了那种东西，但是它那个反正那个水很好用，就是油油的很舒服。然后 this is VC， 就是一个 VC 的小安瓶吧，这个是还蛮浓的，20%的 VC， 这两天都用用看。我感觉我从这期 vlog 之后就会有些变形，因为要弄家弄家具什么的，所以我就觉得可能这个 vlog 方向会有点变形，然后最近在换房子的朋友可以多多关注。哈喽大家，刚刚洗完头发，然后这个 Vegamore 的洗护过了一段时间，来给大家 update 一下，给大家一些反馈。这两个马上就要空瓶了，洗发水和护发素。它外包装都是这种磨砂质地的，就手感特别舒服，而且粉粉的摆着就很好看。很好的一点是它们牌子都是纯植物提取的一个成分，然后里面都没有硅油，所以用起来完全没有那种假滑的感觉，非常安心，而且就很顺畅。对，特别说一下它的味道呢，是就是非常香甜清新的那种橘子软糖的味道吧，在洗发水里算是非常特别而且留香非常非常持久的那一挂。哦，我现在头发真的就是蛮顺滑柔软的，而且头发现在越变越长了，我想留长一点嘛，就更要好好保养。我觉得 Vegamore 是整体对得起这个价格的。对，然后这个生发精华我一直在用，我妈妈觉得超级超级的有用，它就是这样涂上去，然后它发际线旁边就长出来很多新的那种小绒毛，而且新长出来头发感觉很健康。然后我和我妈之前都用过别的牌子，但是 Vegamore 这种水水的质地就真的是清爽，然后负担感也不是很重，然后它味道也很淡，就没有那种很浓的香精味。抹完了之后可以用他们家这个万能的硅胶梳，按摩一下可以促进头皮的一个血液循环，就也可以帮助产品吸收。反正整套用起来我觉得就是很放心，然后效果也是蛮明显的，所以推荐给大家哦。对， get ready 完了，刚录了一个小红书视频。哦，我觉得这个妆简直是我最近最爱化的妆，就是非常的极简秋冬的妆，就真的非常非常的淡，而且很简单，省略了无数个步骤。反正最近是比较懒的化妆，然后就一直在化这个妆，就是很好看又不出错，然后又会显得很精致 maybe。 OK， 现在去一个拍摄基地， go。 两个 Coco Ocean。椰子紫薯冻，我这个小包包已经承受了太多，里面有超级多东西。是好吃的。而且我特别喜欢他们家一点，就是他们家东西都不甜，非常好下口。拍摄的这个地方小区还挺安静的，我怕冷所以又套了一个外套。小洋房莫名的有种上海的感觉，是我的错觉吗？九号几号？嗨嗨嗨，我好精神啊，你俩好幸福，我跟 Piggy 近距离观察爱情的样子。喂，喂，你到哪儿了？我已经到了停车场呢，你呢？哦，我 SKP 这儿呢。那你们也快了是吧？啊，对，行行，那胖虎把那号发给你了。我看见了，我先去拿。好。啊，行，那你先进去吧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现在来吃海底捞，刚才就是在手机上顺便处理一些工作啥的，就一些能在手机上写的就在手机上写。哇，今天太堵车了，周五的北京真的太可怕了。从那个拍摄的地方在大兴，而且也不是很远，就是东南五环那块儿，开到这是华贸，花了能有一个多小时，真的太可怕了，北京真的越来越堵了。今天是菲菲拍婚纱照嘛，然后我去打个酱油。对，
但他们真的很幸福，拍的好的照片都特别好看，一碗鲜红的鸭血。他跟我出来一米六八，他跟我出来一米六，不是，你看看，你一米六八吧，我一米六七，啊，那完了，他肯定有一米六五，他绝对有。我已经，好吧，今天是因为没洗头，所以戴个帽子。哎，冬天已经来了，今日穿搭腰有点点冷，那北京真的太冷了，我还是觉得我有点夸张。Go。去吃呼噜。是的，吃完太夸张了，你能看看吗？曹晨，现在本来十月份，他已经这样了，你敢相信吗？我疯了，我现在穿着短袖短裤，而且你今天进来的时候看了一眼，你们是在同一个城市。我本来今天穿的这个，然后戴了帽子和围巾来，但是他家实在太热了，所以我换上了他的短袖。累死了，这是努力的一天，今天练的核心。洗个澡，不啦，今天下午出门了，对，去看了一点东西，跟爸爸妈妈，然后爸妈去听音乐会了，音乐会完了有晚宴，就把我一个人扔下了。所以我现在刚拍完视频，最近小红书的一些视频用 iPad 剪，我感觉还蛮适合的，然后写一些 Word 文档啊，写一些文件，我觉得用 iPad 蛮合适。主要是电脑真的太重了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天天背电脑出门。但是 iPad 的话，我感觉就是还好。那比如说我这次去上海，我就带 iPad， 就不用带电脑了。现在准备喊个外卖，我本来跟我朋友吃饭，然后他把我鸽子掉了。Hello 啊。现在来健身，约了一节健身课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健身了，所以安全起见还是找了一个教练这样。哇，来健身。找了个美女教练。开始，然后体能训练。把人带绑在，刚开始绑在我们的大腿的，就是我们的膝盖骨的上方，不能太直了啊，然后屈膝，不要用左按的。不好意思，能帮我站一下吗？是也是，拜拜。健完了，准备去吃个 avocado tree。我的健身习惯是戴帽子，因为不想在健身房洗澡，而且以前在美国那种公寓健身房已经习惯了回家洗澡，所以在那洗澡就怪怪的，而且会带一个巨大的包，所以我一般选择直接穿运动服出门。然后在国内，如果大家感觉尴尬的话，就可以像我这样穿个长毛衣，把那个瑜伽裤给挡上。嗯，对对对，这个米。不要豆子，对，多点鸡肉，再帮，对，帮我加一份鸡肉，谢谢。番茄多来一点，再加一份番茄。肉，谢谢。好的，鸡肉，蛋白质。今天来我朋友家了，超级邋遢的，因为我打算到他家再化妆。哇，我真的经历了连续两天健身嘛，我整个人都不好了，我现在浑身都酸，但是这种感觉很酸爽。
是盯着我呢。下一个，来，上镜了，上镜了，上镜了，不笑了。